大家好，下面为大家演示100款锯台到货安装。首先清点配件，有加宽琉璃条一对，横竖靠齿各一根，螺基曲线锯安装板一个，45度斜切靠齿一个，加长辅助轮一套，一对斜秤，这些是我们锯台安装时需要的配件。这些配件都放在这一个配件包里面，总重量4.08。将锯台4个轮拿掉，将主锯台伸展开，安装锯台5个底角，4个短的，1个长的。将长底角安装在加长辅助伸缩腿上。调节好高度以后，将背母紧死，背母紧死。将锯台摆正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有一个锁紧螺丝，将它卸掉。卸掉以后，台面就可以前后推动了。运输的时候可以将螺丝再拧上。主锯台组装完成，其他小配件请看后面详细教程。一起修视频，让你的营销动起来。加宽琉璃条的组装，在锯台上将顶丝松开，一个角上一个，一共4个这样的顶丝。松开以后，将方管插到里面，然后将加宽辅助轮安装到2个孔上，将黄色滚轮装到2个安装孔上。通过下面螺丝调整黄色滚轮的高低，将下面带上螺母。调整好高低以后，将2个螺丝紧死就可以，两边一样。同样通过螺丝调节它的高低。琉璃条组装完成。一起修视频，让你的营销动起来。加长辅助轮的安装，拿2个梅花螺丝，2个支架，将支架按照这个方向安装到方管上。将圆管安装到圆孔里，另外一边它是带这个压簧的，有个弹簧，按住给它塞进去就可以。通过此处螺丝调节它的高低，通过此螺丝将支架紧死到上面。将方管插到这个方管里面，下面有2个顶丝，梅花螺栓就是顶丝，装到下面，将方管固定死。加长辅助轮安装完成。一起修视频，让你的营销动起来。用4个Y6角螺丝将斜拉秤安装。将斜拉秤固定在2个安装孔上，注意这个折弯边朝外，这边装到方管的外侧，这边装到方管的内侧。
带好螺母。同样的方式将这些螺丝全部紧固好，斜秤就安装完成。一起修视频，让你的营销动起来。伸缩靠齿的安装，首先将脚码方螺母塞入方槽，然后找好位置，找好位置对应到这个合叶安装孔上，找好位置以后将此螺丝紧好，此螺丝紧好，然后将这个胶墩放到电脑这里，用长内六角螺丝给它上好。两边都是一样的，然后将定位滑块塞到方槽里，定位使用，翻转合叶，翻转一下，还能再往里翻转，再翻转，可以翻转180度。伸缩靠齿这边两颗螺丝的使用，松开此螺丝可进行伸缩，调整好长度，将螺丝紧好就可以。伸缩靠齿安装完成。一起修视频，让你的营销动起来。竖向靠山的组装，将两个脚码塞到方槽里，将此螺丝紧死固定到这里，这边这个不用紧固，通过此处螺丝调节加紧程度，直接这样加紧就可以，竖向裁板使用。一起修视频，让你的营销动起来。斜切靠齿的组装，将方螺母塞到靠齿方槽里，然后将两个螺丝紧好，然后对上这个安装孔，中间用内六角螺丝，这一边装这个梅花旋钮，调整好角度以后，调整好以后将两个螺丝紧好就可以。一起修视频，让你的营销动起来。锯头的放入，将锯头直接按照这个方口放进去就行。一个角上一个螺丝，通过调节螺丝的高低，调节倒装板的平面与台面的平整度。一起修视频，让你的营销动起来。